文明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光明这个觉，文明就问这个明，这以下文明篇有是通的，也通佛的前头如来出现四祖妙言、华藏世界，都通的，是那通说。信呢，就行向上来所说的，都升起信解，因信而解。信了之后就求知了，求知就求明白了。这是入信位，入信位啊。菩萨只是人说的，菩萨问明嘛，菩萨是指人说的，问明是指这法说的。前头是举的佛的果德，现在不举佛的果德了，现在要表因。不说佛了，说菩萨，菩萨就是因。问呢，就是问难的意思，问难。这个我不明白，要问一问，请求你答复，就这个含义了，问明嘛。我不明白，我问问你，请你给我说明白。有的是要理上说明白，有的是要事上说明白。有问一定有答，有问嘛就有答，是不是？这个问答是谁跟谁问答呢？文殊师利跟九首菩萨，问九首菩萨让他们答复。有的是九首菩萨来问文殊师利菩萨，请文殊师利答复，答复就是解释，说这个道理我不懂，请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有时候要理来显示，有要事上来明理，就是理事都要明白。华严经讲的是理法界、事法界，理是无奈法界，事是无奈法界。是吧？问必有答，一直问才有答复。那么答复的跟问的两个的含义是一个，一个。因为理能够成事，事靠理成；事能显理。理是隐的，事是明显的。我们经常说，说你这个人有点不讲道理啊，寡注重事了，不讲理，就是理隐了。两人打架，或者吵嘴，有争议啊，有争议，就是这件事儿，看法不一样了。在事上看法不一样，在理上是通的了，只是就事不明理。要把理也显，事也明，这个明。问事显理，因为理能成事，
问呢是广问的了。泛问的，还有一种难问的，以理来争执，说这个事情啊是不错，但道理说不过去，就像我们很通辩论时候，这就问难，这就问难的意思。答呢，给他解释，给他解释，就把所问的事、所问的理一一给你说清楚，把理也显明白了，事也通畅了。就这个含义，这一篇文殊菩萨跟九首菩萨、十位菩萨互相的辩论吧，互相的问答吧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一切众生都能明，明什么呢？咱们前头讲的光明觉。明觉，明明，目的呢，就是他在教义上说叫中趣，中是中子，趣是趋向。说这品是什么中子？是趋向到什么？趋向到后头的。前后的话金恒频呢，这个都是十种信，信没有力量让它生起力量，信没有根让我们这个信呢生根，生根，所以叫问明品。问明品不是目的，就达到什么都能明，都能明。明了时候是你没有信心的都能升起信心，而已经有信心了令你升解，解就是开悟啊，解，有信心了让你明白，已经解悟了就要去做呀，知道这个事儿做的方法了，知道怎么样去做去了，做的时候在你做这个事儿的发愿，愿就是希望，做这个做个事儿都有个目的啊，目的要做什么？要成佛。由信其解，由解而发愿，由愿由解而生行，由行啊要发愿，愿处行，事处愿。四元横那个四啊，四啊就是监督你这个愿，要执行的，自己希望啊一定要执行，愿你就出示你的行，我有个愿心非要去做不可，那就能证入了，证入了，到了最后菩萨位圆满了，普贤菩萨跟善财童子说：“说时隐时定时通，那就等于佛了。现在嘛，我们是理解、明白，明白就是要理解，理解嘛就怎么样修行，修行嘛就是观。”随你的，因为你才刚识开，才刚识明，明刚识才开始解，那就随缘吧，随缘起大愿，随缘起横门，这一共说十个菩萨，从文殊开始问开始起，十个菩萨就十门，每个菩萨说一门，十十成百，就甚深的分成十段。第一个开始，从文殊说是开始的，是缘起法，缘起甚深。什么甚深呢？教化一些众生，
令他生起信。第一个，教化的甚深。为什么教化很深呢？因为业果甚深过，众生所有的业果，他所造的业非常的复杂，也非常的微妙。对着业果甚深而说法甚深，那佛所说的教法也就深入了，深入了。第五个是福田甚深，福要是成佛要福德慧诸嘛，福田的甚深意思啊，让你懂得去培福，怎么样去培福？供养三宝，这个大家都懂得了。供养三宝里头有四供养，有礼供养。礼供养说，普贤和品说，发供养为最。四供养，我们开个慈善会了，救济社会穷人了，这也是供养啊，供养众生。你这样四供养，解决他暂时的困难，没钱给他点钱，他没饭吃给他吃顿饱饭，能解决他的问题吗？你得让他赔福啊。那所以这个道理是甚深，要说法给他，令他两生死，他再不堕三途了，再不受苦难了，那这个福田就深了。法供养为最嘛，就是。说你给他说个教法，给他说说四波罗蜜，或者说是禅波罗蜜，是以法来度他，这个众的福田更深了。什么是佛的教导？佛所有的言教，什么是正教？什么是方便教？这也是甚深。修行有方便行，有正行，有方便住，有正住，有一道甚深，有佛经甚深，这十种甚深的道理，显示十种甚深道理。这种甚深的道理呀，不是一言两句就把它说清楚的，它有次第的。说这个次第如何去修，如何去理解，你给你讲了，就讲缘起深理，缘起诸法甚深，什么因缘生起深法，什么缘铸成你才能够成教，这是你修行的必要的。观是就是修行了，你如何观？这观字呢，就是佛教的术语，就说你思想怎么想，你一天想些什么，那就叫观。想的入了三昧了，观就是三昧，观就是思维修，观就是正定、正律、正思维、正解、正念，都叫观。佛所设的教，化度一些众生，这个道理是很深的了，是很深的了。但是得有缘，法是因缘生的，没缘的度不了的了。佛门广大，难度无缘之人，这叫缘起。诸法都是缘起的，缘起诸法没有实体的，是性空的，这叫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缘起诸法必须建立到性空的理上，才能成就缘起。
因为缘起诸法才能显到显出般若意空，没有缘起般若意空，你不能理解，这是你观想最要紧的。在密宗教法里头叫三要道，三要道，三要道合起来就是发菩提心、行菩提道、证菩提果。先观，先观什么呢？先观因果，先观生灭法，观生灭法，观苦集灭道，厌离世间，对世间有为诸法生厌离心。大菩萨他懂得这种道理了，要升起大悲心，令一切众生都升起厌离心，不贪求世间。咱们前头不讲五欲吗？要离开五欲境，不去贪恋五欲，不执着五欲，给众生说，因为众生迷了这种道理，众生是迷种子道理，需要教化，教化众生。那众生违背教化或者顺导这种教化，这得靠缘，没有缘不行。像我们大家啊，我们是顺着佛的教化，不是违背佛的教化。像外道他是违背佛的教化，他要来学佛法吗？他想谤毁佛法，毁灭佛法。违背的就是乐，顺着就是善，这就叫成了有善乐业。善有善的因缘，我乐有乐的因缘，没有因缘不能生一切法的。不论善乐都叫业，就是所造之业。你必须把这个善乐的业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同日吃饭，就是我们到饭厅吃饭，大家都要吃饭吗？你如果是心里头没有三宝的念头，寡去吃饭，也不想什么，非善非乐。吃饭的时候你升起烦恼心，为啥子呢？饭不对你的口味，或者今天饭呢有点欠火，吃起来啊，你吃着感觉很硬，心里生烦恼了，这个菜不对味，或者你起抱怨心，这叫乐，都是在你念之间。你还因为无所谓，知道吧？我们经常的，最初你刚一出家，师父该告诉你啊，你看那个禅堂的对子，斋堂的对子，常住一粒米，一粒，种入须弥山，入还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，变成畜生来正还这个债。散心杂话，信实难消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了，斋堂门外都写着呢。这叫有善有乐，就是吃饭有善有乐。乃至进洗手干都有善有乐，那一切行动走路有善有乐，反正不落于善就落于乐，或者落于无忌，三性，善性、乐性、无忌性。这个讲净恒品，我们大家再学习吧，这种道理很深的。目的给你说法，佛所说的教法就是分别善乐两途，
散什么道究竟，成了佛了，散究竟了，散没有自性，可以转化的，散可以变为乐，乐是堕三途的，堕三途就完了吗？没有，是一时就乐还能转化，不能转化。说禅体无性，说禅体没有佛性，在《华严经》不这样讲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禅体也有佛性。其他的教论说禅体没有不能成佛，华严经禅体也能成佛。这些个教义必须要深入学习。什么的善最大？说法利众生，这个善最大，可以是佛的福田，种佛的福田。如果闻法顺着这个福田，不逆这个福田，坚持圣教量，有慈受的佛所教导的，佛就叫圣，他所教导我们的话，教我们做的事儿，我们都坚持去做，就听他的话，叫我们金钱千万莫懈怠，懈怠不能得度的，精勤行佛道，随缘消旧业，切莫造新殃，别再做恶业了。这是理解，取佛所证得的境界，达到佛正正等的境界，这样有十种，这十种叫什么呢？叫实信，只是信，还没说你到理解去行，所信达到顶点了，标明有实心。文殊师利菩萨标的是信心，勤守菩萨标的是静心信尽啊，财守菩萨所讲的是念心，德守菩萨所讲的是定心，智守菩萨所讲的是慧心，法守菩萨所讲的是不退心，保守菩萨所讲的是戒心，持戒的戒啊，觉守菩萨所讲的是护法心，目守菩萨所解释的是愿心，贤守菩萨是回向心，十种信心。我以前经常给大家讲那个《华严经》讲十信，就是这十信心。信心，十种信心都圆满了，圆满了，进入初住。我们一讲信心呢，信佛呀，信法呀，信僧啊，就够了。《华严经》讲不够的了，就是现在上来我们讲的。这才能够趋向菩提，这十法都能圆融了，十法都能圆融了，回向真如，一身一字坏，就是佛果。醒来是那趋向菩提，这是信为道源功德魔，能够使你达到趋向菩提，达到成就菩提，成就佛果。这里头还含着多义呀、啊，这前头是标个题而已了。这一篇比前头的
说的要多一点，人们解释的讲的时间要很长，对，要有耐心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没入外，信心不够的，信不欲缘而变，缘起缘起嘛。 简单说吧，现在快了要放假了，大概是，一放假了，心里打主意了，回家嘛，看朋友嘛，看什么时候，反正事儿多了，这叫缘，不放假，没这个缘，没缘就是心里也没有这个念头，这是缘起。 这是没实质的了，没有体性的了，缘起不变，缘起法，它是变的，我不变，什么不变呢？缘起法没有，它的体性是空寂的，这叫不变，不变能随缘。 但是要随净法的缘，一个直至成佛。你要随言法的缘，堕三途以后闻不到法，堕三途还能闻到法吗？闻不到法了。不但得三途闻不到法，八难有一个你也闻不到法。三途八难嘛，这要靠你发心修行，发什么愿，修什么行。 我们现在讲问名品的大意啊，问名品跟着那个光明绝品，呈上头光明绝品，问的名就为这个光明，那有什么不明呢？ 缘起。 教化、业果、说法、福田、正教、正行、正住、一道、佛经。文殊师利菩萨与这个九首菩萨、十位菩萨啊，他们各主一个法门。 每一个法门，就是明教化当中的一切诸法，就是度众生、随众生的缘，所发的愿，所有的行。 说这十种是甚深的，缘起的一切道理，该设一些住法。你要想起观，以观而生解，必须得懂得缘起。 懂得缘，一切诸法是随缘生的。那这诸佛教化众生时候，有的他就随顺教化而接受，有的他就不接受教化，那这有善有恶。那这个业怎么成的？要明，要明。 因为说法闻法而成善，能得到佛的福田，这是随顺因，随顺因。那这个缘起呢，就是因而缘起的。佛的教授住法，要你能精勤修行，行就是住道，助你成道一个正因。
但是这必须得有信心。十位菩萨都是表信心的，总成一个信。文殊师利菩萨让一切众生信佛的境界，那么能信的是现前母的心，所信的是佛的境界，但是你要出发心，它有个次第的。信是从开始到最后究竟成就，这有十个次第，有十种信。昨天我们要料说了一下子，十位菩萨，文殊师利菩萨是信心，勤守菩萨是精进心，信了得要精进，信而后，就说是信之后都能够信到不再怀疑了，对佛的功德、佛的境界、佛的果德，说前面咱们讲的，四界成就、华藏世界、佛的现象，真正信。真正的信，信自己的心跟佛的果德平等的，完了得要进修啊，进修。进修的时候要精进，勤守菩萨就表精进心的，财守菩萨就表念心的，德守菩萨就表定心的。定呢，就是定到自己的心性，观自己的心性无念，才能定得住。智守菩萨表慧的，这个王王母智慧啊，是不分的。你说有智慧没有？其实这两个是不同的。智是照理，慧是了事。慧解现前，所以一切四法四间相你都清楚，慧属于分别。例如我们禅宗开悟，那个是悟得智心，慧不行。理啊能顿悟，事啊得渐渐除。你没经过学习这个事情，你不知道。理上是明白了。通了，事实上还是不通的。智守菩萨表慧心，表慧心。法守菩萨是表不退心。在修行过程当中，心绝不确要退堕。保守菩萨是表戒心的。觉守菩萨是表法护法心的，佛所说的法甚深微妙，众生呢一直修行呢而不能进入，觉守菩萨的法的护法，护一切众生，让他这个甚深法意能够不退。这就理上说了，有事上说人家破坏佛法，你能够不为一切险阻，不为一切艰难护持佛法。目守菩萨是发愿，发愿是愿心，显守菩萨是回向心，实心从信心到回向心，都圆满了，那才成就一个究竟信心，得到信不退。回向呢，就进入
相似佛的境界，信心圆满了，就与住实住，实住的初住，初住。这个时候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。我们就成就一个信心呐，都有这么难呐。从信心到回向心，到底经历文宗了详细讲的啊，这略说一说。初发意的菩萨，现在嘛，我们诸位道友都算初发意的菩萨，就初学，初学。观一切术法入实的因缘，什么是诸法入实的因缘呢？观我们那个一真法界的实相本体，不是现在我们这个实心啊，我们这实心是虚妄的，成就正信了。信完了要求解，求解。讲此信定念定慧，不脱戒护法愿实回向。这实心啊，大家要记得好记的话，就是信定念定慧，这前五心，不脱戒护法愿回向。一共是实心。如果你记住这实心了，成就十种德。咱们经常讲德呀，都讲功德的意思。但另一种解释呢，德者是德也，得到的德。说你在行道，行道的时候，修行行道的时候，有德于心叫德。信心具足了，他就成就了十种的能够进修。经常的是亲近善友，这个善友呢，就是咱们经常说善知识吧，善友有提携的意思，善友啊，经常用佛法熏心你。二呢，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。三呢是修习善根。四呢，求殊胜法门，自求胜法。第五呢，心常柔和。有信心的菩萨，他不会发嗔恨心的，大慈悲心都具足了，心上柔和。第六，遇着苦难了，他能忍受，招苦能忍，无论什么苦难境界，他能忍受。第七种呢，慈悲心非常深厚，把那个大慈大悲也打了根底了，常时能观一切诸法平等平等，这叫身心，身心能观一切诸法平等。第九种德呢，喜欢大乘经典，耐乐大乘，一走到大乘界，那感觉很快乐。希求大乘，有了信位的菩萨，他是求佛的智慧，而且不懈，不懈。没有信心的呢，他进进退退，进进退退，今天信了，明天不坚定了，又退了。那么
以十种德配合着佛所教导的，说佛所教导的是个正教，正教啊是真正的教导我们成佛的，说这个道理非常深，能够亲近善友，凡是佛弟子都是善友，能够听闻正法，听闻教法，这个时候他的福田，福田甚深，福田甚深。三呢，就是业果，业果。现在他的因种的深，将来果一定能得到的。第四种就缘起，这个缘起呢，能达到性空。缘起入法，知道性空之理。第五呢，就是正行。第六是助道，方便道。第七种教化，第八种移道，第九种呢说法，第十种呢佛经。佛经经常观想佛的境界，就是依着佛所教导的教授的升起了佛的智慧，相信佛的智慧是真实的，就是这个相信。这十种都很深的道理，都很深的。一种是要他行为说，一种要所说的法说。要行说呢，文殊师利菩萨跟那个九首菩萨互相问答，互相问答。文殊菩萨是表妙慧的，妙慧的，妙慧就通于那个九首菩萨所行的，所行的道。是文殊菩萨问，九首菩萨答。那九个九首菩萨问，文殊师利菩萨答。说用互相问答的方式来显什么呢？显妙的智慧，因为以智慧以慧解能够成就你的修道的道行。因为信是为主，其他九首菩萨所答的，那文殊问乃至他问文殊师利菩萨的，这都是差别因缘，把这个差别因缘同归于佛的境界，一心而生结，一结而修观。大意呀，这个问名品的大意是这样子的。以下的经文先说说他要问的大意。觉首菩萨不觉，就是流转生死，觉了就生死逆转，逆转就是返回回自性，反那观自己的心体，把这个业转不让它转了，停止的业，把那个不觉的流转停止了，开始入觉悟的法门。问大概有五种，总设有五种。一个问所为，二个叙述问的定义，三者问定所问。
四者会相为五四本文，分成五个题目。为什么要问呢？问的意思说有不同的见解的，问的意思把一切众生有意见的，什么有意见呢？对信，对信有意见的，就是有不同意见的，我要把这不同意见的使它消失，说显这个真理，真理呀、啊，就是达到自己的自性的本体，就是真理。什么叫佛意见呢？就把不同的见解，把它排除，或者把它奢化。第一个是令发心的菩萨，有信心的菩萨，知道一切诸法从缘而起的，可诸法因缘生，从缘起的，缘起诸法都没有自体，就没有自性，缘起无性。明了了缘起法，明就是明到缘起，知道缘起是性空的，没有自性的。性空就是深理，最深的理。什么是意见呢？什么是深理呢？如果是因为一切诸法不是缘起的，这就叫意见。万法从心生，心能生万法，但是是从缘起的，这个心生意是从缘起的。一切诸菩萨知道一切诸法从缘，缘起的是生灭法。第一个，这叫不同这个见解的都叫意见。直到一切的境界，一切的诸法唯心所现，直从心现，缘起诸法，缘起是一直性空的，这都缘起诸法一心所现的。第三种的意见呢，就是全教所演说的跟这实教所演说的不同，只从心现二乘的见解不同。这个一切诸法从心性而起的，心生这种种法身，这是实教的菩萨这样解释的，全教的菩萨不这样认识的，这叫佛意见。显身理呢，令一切菩萨与实相意发起甚深的性解。修行呢，念念的能归于真实，归于体性，念念从心起，念念还归心，这是显实意。大乘的教义从开始让你升起信心，一直达到成佛，成了佛了还成就你这个心。所以说，说法者，什么是法？法就是众生心。
心生万法，万法还归于此心。就是我们讲起心论呢，大家听过起心论都知道，依这个心的法，一心的法分作两门，两门都是通达心的，一个心真如门，一个心生灭门。这大乘起心论说，依着心真如门升起了清净心，清净心，心生灭门是一日真而起的，心真如心生灭，二门还是一心。从流转说，从这个无明不觉生三细相，无明不觉生三细，业相、转相、现相，警戒未圆长六出，这就缘起的警戒，外边警戒相，三细相还在一心之内，警戒相就不同了，就加外边的一切相，就是景象，攀缘住景，叫志相、相续相、资取相、记名字相、企业相、业系苦相。这带大乘起心论呢，咱们没讲华严经之前讲大乘起心论，大家可能记得吧，一共九相，这九相都在心生灭门，就生灭门，真如门。真如门那是离言说的，离语言、离文字、离心的攀缘，什么都没，一切法不离，叫心真门、心真如。但是心生灭也是依着这心起的。心真如也是依这心起的，一个净分，一个是眼分。心真如呢，纯净，心生是心生灭门，眼净相知。大乘起心论讲熏习意，熏习，像这闻法呀、礼佛拜忏呐、入佛门接近三宝啊，这都是熏习，熏习你渐渐的入真。因为那一念不觉，那个不觉就是眼熏净，眼法熏这个净法，一念不觉生三细，就那一念不觉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无始无明，无始明。文殊菩萨要问那个觉首菩萨的，要问他什么？说心是一个，心性是一，为什么产生了种种的不同的因缘果报？性随四意，就是一念不觉生了三系了，就是那个造业了，业相动了，业就是动，一动啊就不能定下来了，越转越出，就生三细相，还是在一心之内。三细相很细了，到八地菩萨才断这个转相，九地菩萨才断业相，十地菩萨才断无明。咱们这《华严经》讲的第十一地，十一地才
断那个无明的微细的习气，习气是最难断。无始劫来啊，熏习的那些个无量的种子，就根深蒂固，那个就叫习气。所以文殊菩萨问觉受菩萨的说：“心性是一呀，如何有这种种的不同的报类？”报是果报的报啊，那个报是报报答的报。又是性体，随着这个无明的事变了，变就是异了，变异了，那真体就失掉了，没有真体了，它已经变了嘛。要是一切事也诸法，随着性体是异，那就破坏熟体，没有四间法了，那就是熟体。文殊师利菩萨问觉受菩萨是问这么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觉性的本体要随着演变的演变，那真体就没有了，失掉了，失真了。要随着四，随着四，性体是一，四就不立了，熟体就没有了。报类的差别，因果实的变相，跟心性是观的，是不观的，是互相违背的，是互相不违背的。业不知心，但是业有一知心，就是缘起没得性空，立不起缘起。那性空嘛，是一知缘起的，离开缘起了，性空又不能显现，究竟这两种是相违的呀，是不相违的？一切四法的非常之多的，那一多跟这性体是一，一多相违，一和多是相违的。性空是本，缘起是末，缘起是性空相起的，本末相违，本不是末，末不是违，末不是本。理不是四，四不是理，理四相违，一不是多，多不是一，一多相违，真不是妄，妄不是真，真妄相违。文殊菩萨所问的问难的问题，这叫问难，这是所问的问意。他加法相的名词来解释，解释的很长了，解释的很多，这还没说到经文呢，先把所要问的问题在经前把它说了，到经文里头你容易明白了。问的意思，咱们就是如来藏吗？如来藏跟八识，这关于整个的法相中，所以华严经啊是一注经之母啊，法相中乃至于律中而禅中乃至密中，都依着华严经建立的。这一段的问意了，纯粹是八识唯识中所建立的。那问意的是如来藏相不许八识有能熏所熏的种子意。如来藏，藏者是含藏意，含藏如来一切法，如来所说的教法都在这个含藏里头，
都在如来含藏里头。来呢是利益众生的一切法相，一切诸法无量差别。如呢是性空不动，来呢就是随缘，就是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，就是如来。这种道理很深的了，不过是我们诸位道友要耐心，耐心慢慢的思维。咱们讲完深了再讲浅的啊，现在讲浅的，从浅入深，入深完了再回归一些现实生活，这样你才能理解。如来藏相是一切法所依，能生一切法。就像我们说阿赖耶识，眼睛所依是种子识，经法一直若一直这个阿赖耶识生的，眼法也一直若一直阿赖耶识生的，眼睛种子，就像说咱们人生吧。去后来先做主翁啊，咱们的生命就是八十。为什么我们和尚佛弟子死了之后不要动他的那个这个肉体，不用动他的尸体？为什么他非得七天？人是死了，尸没有离开，眼耳鼻舌身都没作用了，但是那个阿赖耶识没有离开。提到七天之后，渐渐的他识神呐、才离开。咱们说的神，识神，咱们自己那个神，指着第七摩诺，第七摩诺，他随着八识的。他是中间介绍人，咱们这眼耳鼻舌身意，咱们这个意啊叫意识，咱们现在所用的分别妄想都是意识。其实呢，摩诺呢，我们给他另一个名字叫独头意识，是一根一根。他在这个八识跟六识之间呢来做介绍，来做介绍。咱们说那个哪知哪见都产生了这个第七摩诺，八识里的没有，知道这个意思了。不知道八识里头含着眼镜，就大乘起信论说的尽熏于眼才成一切诸法，眼法被净所熏，渐渐还归于净，还归那个八识的净分，那就是那转向。感到到初地的时候了，在自相以下，自相是七地菩萨断的，自相就是那个分别，自相。这非常的这种微细的地方啊，不是这凡夫所能理解的，这能学能学能解，这凡夫能解其跟佛其等啊，感到你的用上享受上可就没有了。因为啥呢？你没有正德了，没有正德了，正德非得把这个货断了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心性四依，但是能生种种诸法，它又不相违背。就是以这个八识来做含眼镜种子意，以这个来解释的。尽熏于眼，净法熏眼法，就是咱们一天呢礼佛呀、拜忏呐、上殿呐、过堂啊、听经啊、闻法呀、学经啊，这都净，净法
熏染，熏你的过去污名啊、习气啊、烦恼啊，你怎么熏？那使这个眼呢，渐渐就成净了。如果一天的烦恼啊、习气啊、污名啊、什么贪嗔痴那熏，熏净法那本性，那净法也成了眼法了。两种种子，这个咱在《大乘起信论》呢讲的熏习业，讲的很多了。两个是不是相违的？不相违的。是两个吗？没有。是一个吗？也不是。微妙就在这里。如果你现在这个把听你这静下来，那北京来的、太原来的了，无论你哪来的，你这一想，一作意，你回去了，可不是身体回去了，是你的意念回去了。不是同时你有几种想，你到过很多地方，如果你这一坐下来，可能顿现的几十个层次、几十个环境顿现。顿现你一时出现，像你做梦一样的，是能生种种，它互相不违背，不相违。它是怎么样子呢？熏成的，熏习的。尽管你出家或者学佛好多年了，你这个还没成种子。当你做梦啊，你学佛这个段时间很短，还不现前，哈，你无始劫来的那个业识啊，现的种种的影子都现前了，反正都是贪嗔痴那了，家庭了、社会了，得满脑子现。你该把那做梦啊来醒。为什么佛用入梦幻抛影？你醒了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在梦中呢，可是真实的。不晓得你们做过那个怪梦没有？连续的梦，梦的你好多天好多天，就问你过去啊，或者上千年的事儿，就像放电影似的，一幕一幕给你演，演完了醒了没有？什么都没有。这梦中是真的。今生你变女人，来生又变男人，男人又变女人，女人变男人，已经变畜生，已经变狗，变都变过。有些个是你学习这个久了，过去的善根深厚，就寡说做人吧，可能一千年，一代一代一代，一生一生一生，那一生都有个家庭了，都有果度了，这就幻境。本来不换，非换成换法，不是换的，是真实，但是变了，虚幻了。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人生，这都是那个八识的作用，八识的作用。现在文殊菩萨问这个谁，觉首菩萨，目的啊是显真实的。先披露诸多的境界，假心性问觉首菩萨，以这个问难之本，用法性，法性是不生灭的，示现一些生灭法门。问的是心真如，心真如本来如如不动的，为什么会产生心生灭？心生灭，心真如，究竟是一个呀，还是两个？这个你学习其他的方等部，是《楞伽经》啊，《密严经》啊，《楞伽经》啊，讲的道理都是这个道理的。菩萨问的意思，就像觉首菩萨以这个法性，法性示现的生灭，
用法性的心真如来答复这个，使一些众生啊升起信心，相信自己能成佛。只是把这些个眼物垢眼除掉了，还归于自心。所以在这个《瑜伽师地论》来讲啊，是艺术果从业惑的种子，业惑的种子它的升起，乃至于到你修道者它的消灭，都是如来藏随缘意。如来藏随着一切诸法之缘，随它的因缘。现在呢，要把它回归缘起性空，把这随缘的一些缘法的性空的体，回归缘起的体，随相假说的，完了想归真实，回归于实相。但是在这个中间呢，众生的根基有大有小。根基大的人，知善根深厚的人，给他就说深法。那善根不深厚的，你说太深了，他不懂，他没办法进入。那是说浅进的，说浅法。而我们现在《华严经》我们讲这个，只要你生信心，举的佛的果德，在这个中间呢。跟你辨别的很清楚，只要你一个认识而已。认识完了之后，相信，知而后信，信而后能解，解而后能行，行而后能证，证了就断惑了，断惑了渐渐都能成佛，就这个含义，这个含义，佛子啊，心性是一呀，云何见有种种差别啊？所谓往善取呢取，住根的满缺，受生的同和异，相貌的端正和丑陋，苦和乐的不同。业不知心，心不知业，受不知报，报不知受，心不知受，受不知心，因不知缘，缘不知因，因也不知道缘，缘也不知道因，智不知境，境不知智。景字是一对的，在景的方面不知道智，智也不知道景。文殊菩萨问觉首菩萨问这么多问题，说佛子啊，心性本来是一个呀，为何有种种差别啊？有往善道的，有往恶道的，有往恶取的，有往善取的，住根满缺的，有的六根很全，有的六根不全，生下来就是瞎子，生下来就是六根不全，这样很多了。有的受到人道了，有的受到畜生道了，有的受到三途道去了。同是人道，相貌啊，有人人见着都喜欢，是端正；有的相貌啊丑陋，人家见着看见就不耐看第二眼了，要丑陋。我们经常说呀，姥姥不疼舅舅不耐啊，这六亲眷属看见你都不喜欢，生来就丑陋，就没有善缘。有受苦的，有受乐的，
过去所造的业呀，谁造的业？心造的业，那业又不知道心，心也不知道业。当你受苦时候，或者受到这个肉体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这是报，因为你过去的所做的业，现在所受的就是报。 在你受的时候，你并不知道我造了什么业了，怎么受这么个报啊？你不知道，报也不知道受，受是领那为业，受报。但是你不要抱怨就好了，不要抱怨就好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抱怨是什么呢？不要想不通，哎。 现在我们学法是就让你想得通。文殊菩萨问智首菩萨，问觉首菩萨问的，就是这么一个问题。因能生起，缘能铸成。因并不知道这个缘处成它的，缘也不知道是因为因生的，才感到有这个缘。 就是这个字不是真正智慧的智啊，就是知。知道境，在境上的好坏、善恶所受的，你所受的外边的境界，那境界给你所领纳受的。这是你没有大智慧啊，你不能转境，就是不能知道境。 经也不知道智，说心相是一呀，云何有这么多差别呢？心即是性，性是自性清净、觉悟圆满的，不随着你的现象的转化而转变。为什么说咱们的心？ 跟毗卢遮那佛平等平等的，心佛与众生，世三无差别，心、众生、佛，三种是平等平等的。但是这是理法界啊，在理上是这样说啊，在事上可完全不同了。 那么文殊师利菩萨问觉首菩萨有这么多问，问的问题呢，就是这些问题。究竟心性是一不是一呀？要是一，为何有种种差别？不是一啊，佛性不变故，众生本具的佛性，不随你演变，不管你经多少劫，它永远不变的。 那还是一呀，那这些差别呢？堕到恶趣了，堕到善趣了，相貌很圆满的，现在和相貌很缺陷的，为什么有种种不同？这个心相是指如来藏性啊，说心即是性，就是自己本具有的清净心。 妄心也是性，妄心是一直兴起的，无自性的性。虚妄没有自性，没自性是一直兴起的，这叫什么？空如来藏，空如来藏。有具足一切诸法，叫不空如来藏。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。 说真心的性，就是实性的性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定为不空如来藏。不论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，
都是平等无二的，就是一个。那为什么有这些相违啊？熏习力，大乘习论讲的熏习意，互相熏习。这里头的华在华严书钞行莲果寺解释的，说是五取不同，要是受三规了，持五戒了，他不是人身，现生的人身受的三规五戒不是人身，不是现生不生，他入果是经常持受三规，永远不是人身。三途断，要在家持五戒啊，有25个护法神，每一戒五护法神，什么灾难都没有。那么有的道友就该问了，我也受三规了，那三规在堕三途，那当然是了，我不知道了，还堕不堕了？那五戒25个护法神好像没有哎，为什么？一天还有烦恼啊，好像这个烦恼有护法神就不该烦恼了，有时候有恐怖啊，还有危难啊，那是你心有挂碍啊，如果你没挂碍没有恐怖了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了，你五戒三规是不是受得很清净啊？你受完了三规了，你受持没受持啊？等你受三规，三规师跟你说完了，你离开那三规的道场，你就没有了。那受三规的三规师已经告诉你，你受完三规要受持啊，不受持没有啊。五戒也是这样子啊，你要受持，那你都犯了，那还有吗？不但没有，还加个犯戒。知道吗？我说受三规还堕不堕得到了？那跟你说的很清楚，皈依佛了，再不皈依天魔外道，皈依法了，那不受是外道点戒，皈依僧了，如果皈依那邪思邪教邪引导。好多都没做。有人问过我这个，他说受了三规五戒了，我们又跟喇嘛师傅说密宗戒，我说跟喇嘛师傅受也一样的，但是你要分辨分辨这个喇嘛是什么喇嘛。为什么我受戒要摘戒丝啊？所以往往的呀，我们自己的感和应这个中间差别很大，你没有感你还想得到很大的应，不可能的了，没有这个因感不这个果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相违，相违受三规是顺佛法生的，你不受，受了你又不辞，甚至你要毁谤，你毁谤了你还不知道你是毁谤啊，这就是不学了就有这么多的障碍，这么多的困难。因为你要皈依佛受三规是很相信佛呀，但是你说的话，你身体所做的事儿，你心里所讲的，你的身口意是谤佛谤法谤僧，你还因为你是三宝弟子呢，实际上你是谤佛谤法谤僧。谤佛谤法谤僧什么果报啊？受三规不错，免了三途了，但是你回来又谤三宝，又把你所受的谤要一棒坏，
又毁灭他，你说受报不受报啊？这个你必须得经过学的过程，你不学你怎么知道呢？你学了才知道。所以像文殊师利菩萨问智首菩萨这些话，说五取众生，再加上此五戒，招得了人身了，这是所报得的人身。但是他得人身之中因中，他有嗔恨心，那就不同了，那就起变化了。起嗔恨心，你虽然还变人，丑陋得很，丑陋得很。嗔恨心就不讨人喜欢，人家见你不高兴。这真举这么一个例子了，是。好多种各报，各种报。因为我们的在人生当中，你过去生、无量生都入是善善讷讷。什么自己能控制，不造杀盗淫，口啊特别妄言，好多人记不住，特别我们出家人打大妄语的非常之多，特别现在大妄语就是未得未得，没有得到说得到了，为证为证，就是装模作样骗人。骗人什么呢？骗财骗色。我这听到很多了。要用三身供养，或者是最大福德，佛在世也入世啊，也有啊，就是骗色骗财，给人消灾免难，自己灾还没消呢，怎么给人家消啊？特别意业，意业上欺骗的行为很重，身体装模作样，口里说的一套，做的行的又是一套。如果你学了佛法，你用佛的教导去观察去认知什么是正当什么是邪当，你受了三皈五戒了，你是做邪道的事儿。完了你受了报应了，有了灾祸了，完了还要抱怨三宝，你说你该如何受报啊？受不受报？自己很清楚了，很清楚了，必须得学。现在我们讲这个教义呀，比这深的多了。心性是一，成佛也是他，下地狱堕三途也是他。皆是一吗？为什么有五取不同啊？地狱鬼畜生，这五把恶修罗取消了，这五取，地狱恶鬼畜生，诸根，眼耳鼻舌身意诸根，有的根很圆满，人家见到生欢喜心；有的根很不圆满，人家见到生烦恼心。因为他虚妄那个心，无性的那个性，就是说的无性那个性，咱们这个身是无性的，咱们这个心虚妄的，但咱这个虚妄的身心可是依着如来藏性而成熟的。
咱们这是缘起，是业报，业报是依着性空而建立的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文殊菩萨的问，那么以下的觉首菩萨答，在这问的当中，总的来说，有善有恶，有天有人，善得善报，恶得恶报。恶呢堕三途，善呢人天。那各根呢也有圆满不同，也是他因为在善恶当中的交杂。一个是内根，一个是外根啊。比如咱们眼，眼是眼根，眼根，眼根嘛，有时候碰着很多灾难了，或者眼睛啊，或者有点创伤了，或者干啥了，或者眼根失掉了，还有净塞根，眼的净塞根，它两种的，跟你根跟识，根所到处，识必到。你睁开眼看，这是红的，这是白的，这是蓝的。这个识，识不是根啊，这是眼识。大家学法相都知道吗？六根六识嘛，每一根每一识，舌根舌识，耳根耳识。都有根有识的，他这个受生当中有的是相同的，大多数都是相同的，善恶业善业差不多，恶业也差不多，善重恶轻，善业重恶业轻，就像我们诸位佛弟子，他善根重，恶根轻。一般都是六根很圆满的，也是圆满的，但是有的有缺陷，有的缺陷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？有同有不同，有胜的有劣的，同是个幼体，咱们看那些个闹运会上演员吧，都是幼体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咱们也跟他一样的，咱为什么没他那个技术啊？不容易让咱们举200斤呢，举100斤咱也举不起啊，无论打乒乓球啊，打踢足球啊，打排球啊，你根不同，根不同，这是业，这你都可以印到了，没印到了。为什么现在灾害这么重？什么好多道友听都没听见，连听的这个业都没有。你不看报纸，不看电视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一天在这念经啊、收法、上课呀、上殿，你听的这是什么？那我就比你们业重啊，为啥？我要看报纸啊，我要知道啊，要看电视啊，知道做什么感想呢？为什么要知道？因为我还生到这个世界当中，咱们知道跟人说话见面说是度化众生，还有我们一种度化众生的方法嘛，普贤菩萨十回向的回向啊，知道了这一个地方的众生，他的业成熟了，恶业成熟了，遭受灾难了，例如头一向的台风，哇，一个跟一个台风，我们那雁荡山的能仁寺的路都吹坏了，
台风都错。那么雁荡山能仁寺还很好，啊，我们能仁村有的那泥石流，把几户人家都给山都给压底下去了，这是业啊。知道了怎么办？知道了给他回向，这是度众生另一种方法。对，是度鬼，度鬼。我们每天都给鬼回向啊，过斋堂都要施食啊。旷野鬼神状，他没吃的呀，假给他念咒，你看着那是几粒米呀，变成无量的十三呢，多少鬼都能吃得饱，佛神力加持，嗯，知道吗？度众生的方法，嗯，度鬼很听话，不像人，人不听话，人还是不好度，鬼还好度，为啥？你给他施饮食，他饿的不得了，正是那饥饿饿鬼到了，哈，一看你是，他感激你感激不得了，他得度了，得度了，嗯，度生的方法啊，如果你学佛法了，多种多样的，不是搞光是说法，光是打个普佛，光是念经，还有很多方式呢。我经常劝我道友，看见那个畜生，不论哪来畜生，给他说三乖，啊，让他归佛、归法、归僧，简单的啊，不是还给他摆个香案，还得跪着，那办不到的了，啊，他也不会了。他，你的加持力不是你的加持力，你给他念三归、归佛、归法的佛法生的加持力，他那个耳根中了善根了，他可以能徒生。脱离畜生道，他呢一个畜生，遇见哪位师父给他说个三怪，他很大幸福了，并不是畜生都能遇见师父给他说三怪，并不是每个师父都发这个心，见着畜生了，见着蚂蚁了，见着虫子给他说个三怪，有些个呢，我们的弟子给我反映，他那灶台上啊，那个蟑螂特别多。我说好啊，就让你来度了，你给他说三归多好啊，你哪儿找去，嗯，你给他说个三归，说说你隔几天他就没有了，相信不？特别老鼠，嗯，你这个老鼠闹得很厉害，你给他念个三归，给他念段地藏经，专门给老鼠念，哪一个老鼠多你坐那儿念地藏经，嗯，信吗？不是那老鼠信不信，是我们文法这些道友你信吗？哎，你说你这胡说，你跟那老鼠，老鼠懂吗？佛说讲这华严经咱们也不懂啊，咱们懂吗？你慢慢学嘛。对，佛法无边，就无边到这里头，佛法甚深就在这个甚深，佛法广大就这样才广大。那我问我们道友，你们给那虫子蚂蚁给他说，这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有，有几个人说过三怪，是不是诚心给他求？这叫行菩萨道，心性是业。道理是通的。我们有个道友跟我这样讲的，畜生好度啊，人难度。印度畜生不度人。哎，我听着很奇怪，我说你怎么理解的？他畜生你给他说什么他老老实实听啊，人不听啊。人给他说他跟你辩辩跟你等，他跟你等，我听完他根本不理你。那畜生嘛，他听得老老实实的，他还不跟你辩辩。我说不是他不能辨别，他不能辨别，他还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呢，他这能辨别。你只是加持力嘛。不是他能够转个人跟转个畜生，两个基因就不同啊。他过去善根就不同啊，他能变人了，
再怎么也比畜生好嘛。但是也不一定，也有的。我在西藏看见达赖那个喇嘛，他那个园林的马呀，他养的马呀，那个马哦，从来也没扶过卧，达赖从来没骑过他，一个马两个马夫，这马夫都等马的奴才了，一天给他妈身上洗，大家知道川贝吧，贝母是药材，很名贵的药材，在西藏很少的。那两年嘛，那西藏的抗日战争的时候，药材用不出去，那马都这么一撮一撮的吃那个贝母，喂那马，喂得流光湛亮水化，一天给它洗，一天还得先着它溜一溜，从来没扶过物，当然也没骑过它。他有福啊，那藏民呢？你说那人呢？哼，那人呢吃不饱，那马一天的吃不完。印度有两句话：修佛不修慧，相向挂璎珞；修慧不修佛，罗汉脱空钵。修福的方式多得很，不一定说要拿好多钱供养，不用我拿身体供养，这福报都不大。大家读过《金刚经》吗？日出用无量身体来供养一切，日中、日末三时，每一时都舍无量身体，都不如送一部《金刚经》啊，乃至四句，比这个福报大的多了。如果是你能够对一切畜生，给他念一句《金刚经》记子，别的你记不到吗？入梦换泡应该记得到吗？对，量体观空啊，说知道诸法无相业。你不管他听懂听不懂，对，你给他说让他种种子，要是听懂的话，咱们说华严经咱们也不懂啊，不但你们不懂，我说的也不懂啊。这个懂跟不懂的有分寸的了，你没进入啊，没证入啊，说的是相似法呀，道理是通的，你没证得呀。因此你闻法的时候就这样闻，闻了法你去做的时候就要这样做。行菩萨道，所以大家把行菩萨道看得很难很难的，只是你善用其心。等着讲到金刚品，文殊菩萨教授我们善用其心就是行菩萨道了。你每天读一页，因为你见着境界，把那个金刚品忘了。我有个笨的方法，怎么样笨的方法？我不管那经对不对，我早晨就把金刚品念一遍。今天这140愿呢，遇到什么我已经念过了，给他好了，念过了给他好了。这叫法布施啊，你看着是无相的。看着是无相的，其实这无相的是真实的了。你平时行菩萨道的方式多得很呢。因此啊，闻了要行，完了你要理解你这个身体，这个以下我再念念这个14无对。清凉国师说的，总别，一切诸法有总有别，有善有恶，善升天，人天，恶堕三途。人之中，这个报差别的很，
人跟人都不一样，都是比丘，比丘跟比丘不一样，都是比丘尼跟比丘尼不一样，都是三宝弟子，三宝弟子差别太大了，还有在三宝的造呢的，假三宝而造呢，还有在三宝行善的，还是善多了，还假三宝修道的，现在成道的少。说我们想闻道该多吧，闻道也很少，不说信佛的人闻道很少，像我们这一天共同的学习，不是学华严的，学这个经啊，每天都有解说的，这个很不容易了，很不容易了。所以你受生当中，六根健全不健全，有满的，有缺陷的，有端正的，有不端正的。在你生活当中，有的是苦，有的是乐的。大概都处于这两种境界吧。在这个过去的大德，比如说重难的时候，有折有救，比如说折难的时候，比如说灾难的时候，也是，看你怎么认识，有正确的对待，因为是环抱的，又根本没有空的，一切诸法都建立空上嘛，都性空的，没有谁受罪啊。第一关我身体没有，你身体是空的，谁受罪啊？一切刑法没有，空对空，我没有这个惯呐、啊。但当时受的时候，苦就是苦啊，怎么回事？你惯惯总有好处的。不管你惯成熟不成熟，你想到佛这样的教诲，这样教导我们，遇到折难来了，遇到灾难来了，你这样惯呢？可以把它痛苦减轻，遇难而不难，遇着灾难了，灾难就没有了，使它简化消失。这个嘛，都属于缘，都属于缘，缘起诸法是随时变的，性空不变的，缘起法是变的。缘起嘛，缘不具足了，变了，缘变成殊胜缘了，那缘变成善缘，它变了，就看你的心。咱们讲这心法，就现前一念心，说我们的性体是一，那么现在所处的这些事情啊，生活当中，那么修道当中，不是一啊，太多了，这叫缘起，这个太多的缘起，那体性还是一，因为你不运的缘起，不运的，那运的缘起了，让它回归于性空。缘起诸法无实性，这些法都无实性。就是你造那个业，造业的产生种种缘起诸法，而你要观，观业性本空，业本来是没有的。但是你不能知心。业不知心，业不知心，心也不能知道业，知道就能转了。现在你这个心转不动，
那你一观察一下子，观察就是不是问明吗？咱们前头讲觉，光明觉。但是你要觉悟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什么事就没有了。梦里明明有六曲，在做梦当中啊，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，梦中里头就咱们活着，咱们这都在做梦。六曲婉言嘛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等你一明白了，一明白了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就是这个明啊，不是容易就明白了，他让你一一去观察，找原因，追查到底。追查是心生的，心生的，心都是妄，心都没有，所造的业还存在吗？这是最好的忏悔，最根本的忏悔。你常常念这么几句话：业性本空，微心脏，这个心是妄啊，说业的体性啊没有，你所做的业都没有，是你妄心所造的。那你观你的本相，狂心顿歇了，说心都没有了，一观本相，观你这个虚妄的心，这个莫诺六十妄想心它没有了，但你修道是把它修消失了。业性本空，微心脏是妄心所造的，心要亡时呢，连心都没有了，能造的心没有了，所造的业还有吗？心要亡时，罪已空，罪就没有了。你经常这观想，你做这观想，业性本息本空，微心造，心要亡时罪已空啊！我连心都没有了，这叫无心道人。圣人要供养一个无心道人，胜供养七佛。七佛你遇不到，无心道人你可能遇得到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，无心道人还不说他成就了，就像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，须菩提问佛：“云何住心？云何降伏其心？”佛给他解释很多了，从他的问号开始起，一直到以下都是佛告诉他的。怎么样修无心？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这是成就的时候。没成就的时候呢，你关心，经常这样想，心无住，不要住到色上，也不住到声香味触法上，无住生心。无住先怎么生啊？叫无生。心本无生，心不会生，因境有，是因外头环境引发起来，遇到什么你心里念到什么想起来，因境有。境是没有的，是虚妄的，境没有了，心也没有了。心亡境寂，境是寂静的，两俱空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要因为这个法很难，入天理，天入是想，入是观。要么经常要害病，你说我这个身体四大假合的，病在哪一经啊？病在哪一相上啊？你思维修嘛，这叫什么呢？转移，转移，转移什么呢？把你心转移，
不要专注的那一个上头，看不破，放不下，卸脱不了，苦了，可苦了，那很困难哦。那天害病啊，没事啊，找罪受啊，好多人无罪找罪受啊，为什么？攀缘呢？本来没事嘛，你去攀缘嘛，一攀缘，放不下了，放不下了就执着上了，这还不苦吗？佛教的我们很多好的方法，对，到苦难的时候你用上，确实效果很大。我是用过的了，不管成就没成就，我现在能活过来就是不错的了，就是虽然没成就也差不多了，我说那个在那个问题上没成就差不多了，在苦的时候，特别在苦的时候，你检查你的六根，在苦乐啊，我们现在有化妆啊，这社会上科学进步啊，可以给你化妆啊，人家有钱嘛，美容一下子，也好多因为美容坏了的更丑，这老命都出脱了，为什么？他不知道这个端正、苦乐、丑乐、幸福，有你过去的业呀，业报所成的。这经常这样思维，心胜是一，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？心性是一，为什么？六根呢，乃至我们所讲的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三六一十八、十八界，再加个根本无明。一天很热闹，一天你这心呢，从来不空歇的，睡觉都不空歇，从来没有停过的。这就需要我们去学，学，学呢，就照着文殊师利菩萨问觉首菩萨这些个问号，咱没看到觉首怎么答佛。你想想吧，咱们大家怎么答佛？这叫修行。你去思维思维，你对文殊菩萨所问的，你怎么理解？怎么认识？什么缘呢？什么业呀？自己问自己，不止现实的事儿，你可以把你做梦研究研究，是梦幻泡影啊。往往做的梦是现实啊。我今天做的梦，梦见未来要出什么事儿，隔一项它就出了。明明告诉你梦幻，那这个事实呢？这个事实还是梦幻。对，怎么理解？像我梦，我做梦，梦做梦之中，那么叫着我出家了，我出家了，出家还是梦幻？做梦是假的，这出家还是假的？每一个过程，你做的梦所适应的境界，这个境界还是假的，是梦幻之中梦幻。一切有为法，入梦幻泡影。叫你观一切有为法，入梦幻泡影。说因此这个世界，所有世界，所有一切事物，不管人山河大地，全是梦幻。到什么时候不梦幻呢？觉光明不明幻了。说问明，明就是明白，这个明得明到底。我们是在梦幻当中梦幻，梦幻当中梦幻，但是彻底醒了，必须得明心见性。这仅是物理，
还得在寺上一个一个一个去证得，把这个理跟寺结合了，这叫理寺无奈，这才是我们华严义，还没到究竟。理全片于寺，寺是无奈。以前所说的入梦幻泡影啊，不是的，事事皆是真实的，这就是华严义。怎么讲呢？事事无奈，这才叫究竟。第一个是杜顺和尚华严初主叫我们的三观真空觉相，这样观吧，光修行不依着经文，寡学个三观，就是一部华严经，就是三观。真空觉相，一切法都不立，这是理，纯理，理事无奈。第二观就是理事无奈观，理跟事啊，就是事也变成理了，在理上无障碍啊，事事都无障碍。这还不够，还不是究竟，达到什么呢？周遍含容。华严经境界就是周遍含容，语义毛端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转大法轮，一微尘那极小了，转大法轮就华严这个法轮，就像咱们这个说了，文殊菩萨该有好多个文殊菩萨，微尘刹数那么多，咱们看吧，咱们就填念这个这段文。就光明觉的这段文，你说有好多师父文殊师利啊，那每一个世界都在说法呢，都是文殊师利啊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文殊师利在说法呢，这叫周遍含容。我们学华严的境界的目的是让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啊扩大到无量无边，那一点点人间的关系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乃至于说这一生跟那一生的关系，我顾虑到死了生哪儿去，人死了还生哪儿去，根本也没有死嘛，哪有个死啊，只在水海里的，你看那个水泡，一会儿起来，一会儿灭了，一会儿起来灭了，人生就如是的了。说生极乐世界去，说极乐世界无非到那儿去闻法嘛，不要到亲近善知识吗？那是阿弥陀佛，那大善知识哪儿找去啊？去吧，到那儿去求。好多人要求善知识，求吧，念阿弥陀佛就去了。去了你还得经过修行，你还得度众生，不度众生成佛的没有，哪尊佛不度众生，这是必然的，度众生成佛，不过是怎么度众生，用什么方法，现在我们讲的明，明白了你就知道怎么度众生了，明白了你直接你就知道怎么了生死了，怎么了生死啊？没有生死还有什么加个了啊，本来就没生死，不相信吧，这一住法，一住法微心实现，就是你的心显现的，
你回归你的心了，一些诸法都没有了，那叫缘起，一诸法叫缘起，等你达到唯心了，唯心时了，性空，叫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吧。